主料，鸡肉250克，辅料油盐胡椒粉5克，料酒20毫升，淀粉10克，红椒25克，葱10克，花椒5克，姜蒜5克，糖5克，鸡精5克，香油5毫升，青椒25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鸡胸肉切丝加胡椒粉盐料酒和淀粉上脚备用，青红椒切丝，葱切丝，冷油下花椒慢火炸出香味，下鸡鸡煸炒至白色后捞出备用，热油下加蒜末煸香，下入青红椒和葱丝同炒至软，加入鸡丝，然后加盐糖鸡精和香油出锅，烹饪技巧，冒着热气的双椒鸡丝就出炉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